昨天接到任务，他们到这个宁波县新耳乡，执行我们的医疗救援任务。到这个地方已经六点了，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连夜就是说，到新耳乡的两个村，总共采访就是上门查看了将近六户人家，将近七个病人。昨天晚上总共接诊完以后，可能到晚上已经差不多11点才回到驻地。那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任务了，主要是还后期的还有将近5个村，还要去一一排查，主要是摸底查看一下，就是这次地震以后受伤，尤其是有的是内科方面的伤，有些病人的一些情况。